疯了！哎，可悲的术士。 只有冷酷才适合统治他人。唉，可悲的术士。 怎么办？报仇！这么办？请看！尝尝我的战刃！报仇！报仇！
锦货。那条凶魂都是怕败修帝的精灵，瞄准轮子，小孩子的把戏，连命攻击，表演结束。魔法，我当然有听过。我要在这里面放石头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表演结束，给小马步擦。正中目标，惧怕我的战刃吧，点名攻击。星球寒心地有无穷的潜力，那条凶魂是怕败修帝的精灵，连命攻击。愚蠢的东西，结冰吧！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我们直接去请看。有个想法，冰霜之寒，请看。唉，可悲的术士。有气矿来，全都交给我吧。等等，太多了。
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穿过去。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更努力学习。